我心率有点快，我手也有点颤，我不知道该看哪个科。我问了谭大夫，也问了曹大夫，他们说我可能是甲亢。我挂了个普通号，我做了个 B 超，可大夫说我没事儿。大夫说甲状腺毒症的常见症状有颤，我不知道该看哪个科。我问了谭大夫，也问了曹大夫，他们说我可能是甲亢。我挂了个普通号，我做了个 B 超，可大夫说我没事儿。大夫说甲状腺毒症的常见症状有吧，行不行，老大？重写一段吧，先把这个。